白锁成戎马半生，走过枪林弹雨。关志国敢自治区主席，也算是个人物。七十多了，还要被押解到大国来认罪受审。按照正常一点的逻辑，移交前他应该自我了结，才算有骨气。他被移交前为何不自尽以明志？这里是圣历史，订阅我，融入历史的大舞台，成为时间的见证者。最大可能就是被米昂来拿捏。 用他家人来威胁白所成，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白英能，小儿子白英仓，三个女儿，大女儿白英香，二女儿白英兰，小女儿白英改。白家从事灰色产业，赚了不少，家庭富足，孙子外孙肯定有很多。他们目前都在闵昂来的统治之下，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白所成肯定不甘心被闵昂来耍得团团转。 但又无可奈何，白家几十口人都掌控在闵昂来的手中。如果闵昂来要灭他全家，可能都不需要找个理由。同盟军发起打击电诈行动以后，白所成被赶出了老街。同盟军想拿他项上人头祭奠彭家生，同时白所成还被大国通缉，可谓天下之大，没有他白所成容身之所，只能寄希望于闵昂来，看在往日的劳苦功高做的贡献，能够保他一命。起初闵昂来肯定也是认真保他们的。 误以为大国随便能够糊弄过去，不把通缉令当回事，甚至怕白所成等人被战狼空降抓走，还把他们放到军事基地保护。白所成看到闵昂来，顶住各方压力，力保他们，估计保护费是不停的送，送到闵昂来满意为止。闵昂来肯定会借机敲竹杠，想保住自己，拿一个亿想保白英苍，来一个亿想保白英兰，出一个亿想保白英能，再拿一个亿想保。一转眼。 白所成想保住全家，几十亿就进了敏昂莱口袋，辛苦几十年，被搜刮一空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果然人如其名，白忙一世，一无所成。只是敏昂莱现在四面楚歌，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想保住白所成等人，就保不住自己。就算把这些人放在南散军事基地也没用。如果战狼真的出动，守护的缅军可能刀枪入库，枪炮哑火，不敢随意乱动。 眼睁睁看着白所成这些人被抓走，开玩笑，招惹大国那是嫌命长。还有一种可能是白所成此人嚣张跋扈，以为自己无坚不摧。据悉，他被逮捕前仍口出狂言：“抓我随便。”但抓白英兰，没门！即便年迈，我也绝不自毁。真是土皇帝当久了，还真以为自己能为所欲为了。 自己门前竖个牌子，还真以为自己就是大老虎了，连绑架都不屑一顾。他狂妄自大，在门前竖立着自己的虚张声势，自以为能逍遥法外。再看看如今被我警方抓获押解回来，一副低头丧气丧家犬般的模样，当初的不可一世，怎么就没有了呢？白所成罪行累累，肆意欺压善良百姓，将人民辛苦血汗一笔勾销，而他的后代更是跟着作恶，罔顾法纪，无恶不作。 现在，终于有了正义的审判，白所成的罪行终将得到严惩，为民除害之时终于到来。不过，娘来当初为何要顶住压力保护白所成他们呢？这样做有这几个原因：第一，赢得了白所成等通缉犯的信任，把他当救命稻草，交保护费也交的爽快，关系融洽的话，在平时聊天套话也能套出他们还有多少资产，藏在哪里。 等把他们的家产搜刮得干干净净的时候，就可以见机行事了，是去是留，全凭他米昂来喜好。第二，米昂来得到了别的部下的忠心，看到他们的老大为了保护他们的手下，不惧任何压力，以后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有底气，更勇敢，更愿意付出。反正有老大给他们兜底，就不怕。只是没想到米昂来到最后，为了保住自己，便挂了。 把这些人移交出卖，想当英雄没那个实力，扛不住压力，那就只能移交被打脸了。不知闵昂莱的威望又要降低多少，手下又会走掉多少？前几天苏琪都率领六千名士兵宣布脱离闵昂莱的统治，就开了个不好的头。越来越多的军阀会有样学样，反叛闵昂莱，自立山头当山大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闵昂莱的实力就越来越弱，可能连保卫军都打不过。 第三，米昂来可能还觉得白所成等人还有利用价值。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果敢四大家族的执手，就是因为靠上了米昂来这棵大树。米昂来跟白所成的关系非同一般。米昂来之前在缅甸军方内部能够快速升迁，白所成功不可没，因为米昂来就是依靠果敢起家的。当年，米昂来奉命到缅北平息武装叛乱，正是由于白所成出卖了彭家生，跟米昂来里应外合，打败了彭家军。 敏昂莱才因此战功而获得丹瑞赏识，职位由少将一跃升为了上将，并最终接了丹瑞的班。所以危难之际，敏昂莱当然要救白所城。如果他们能挺过这次危机，等风波过后，就能大力扶持四大家族，给兵给装备，让他们牵制同盟军，甚至支持他们打回去夺回老街。敏昂莱不想看到同盟军做大，那种模式对他的威胁太大了。红星之火可以燎遍全缅甸。 怪就怪白所成看走了眼，明知边上的巨人实力那么强，还想负隅顽抗。现在的结局他早就应该想到，娘来是不可能保得住他的，先保他一阵，也是这白所成还有点利用价值，或者还藏了一些资产没挖出来，利用完搜刮光了再出卖。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杀人灭口。娘来跟白所成他们之间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友谊关系，而是相互利用关系。娘来给白所成提供保护。 白所成帮敏昂莱在缅北通过电诈、贩毒和赌博等方式进行敛财。据缅北电诈集团内部人士透露的消息称，白所成每年要将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上缴给敏昂莱军政府。说白了，白所成就是敏昂莱在缅北的“白手套”。缅北战乱爆发之后，果敢同盟军势如破竹，国际社会对缅北电诈集团谴责声一片。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电诈分子被捕后移交给中方。 米昂来如果不管白所城，白所城就会直接落入果敢同盟军或者中方之手。这样的话，米昂来跟白所城之间那种不敢见人的交易就会彻底暴露。作为缅甸军政府的领导人，米昂来至少要对外维持一个体面的形象，不可能容忍白所城出卖自己。所以，接走白所城也是形势所迫，不能排除米昂来杀人灭口的动机。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把白所城当成日后谈判的筹码。 或者平息矛盾的替罪羊。面对果敢同盟军强大的攻势，缅军节节败退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果敢同盟军铲除电诈、消灭毒品的号召下，缅北其他地方武装，甚至敏昂莱的政敌昂山素季的民盟武装也蠢蠢欲动，这给敏昂莱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而且，中国警方接连对缅北电诈头目的通缉，让敏昂莱更加焦虑。在权衡利弊之后，敏昂莱决定软禁白所城。 在形势对缅甸军政府不利的情况下，既可以日后把白所成等人当成跟果敢同盟军等武装谈判的筹码，也可以把白所成等人当成缅北战乱的罪魁祸首，杀之以平民愤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让白所成当替罪羊，也还可以把白所成交给中方或者国际社会处理，从而换得缅甸的稳定和自身的安全。现在，娘来把白所成移交给了中方，就是选择了这种策略。 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白所成勾结闵昂来反叛彭家生，当上了果敢自治区主席，最后又被闵昂来吃干抹净一脚踹了，送到大国受审。白所成肯定非常怨恨闵昂来，收了保护费不办事，如今想自尽也死不成。闵昂来肯定交代了白所成，要活着去大国受审。之前明学昌被自杀，让对方很失望，必须审判严惩四大家庭族，才能平民愤。还有，为了你白家的人，不要想着自尽。 过去以后，不该说的别说，尽量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，否则他们会不会有个三长两短，他米昂来也不敢保证。那几名被移交的电诈头目估计也惊呆了，米昂来果然是高手，还带这样玩的，活也不行，死也不行，只能乖乖去受审。总之，当初米昂来派人接走白所城，具体动机可能更加复杂，且涉及多个层面的决策。如今，通过中缅双方高层交流沟通。 米昂来已经将白所城移交给了中方，其原因同样十分复杂，可能包括米昂来本人对自己前途政治的考量，也包括缅甸当局对局势升级的担忧。不管怎么讲，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白所城最终落入中国法网，交由中国人民审判，终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。这里是圣历史，订阅我，融入历史的大舞台，成为时间的见证者。